来看陆丁国小积极发展着英文教育，特别邀请外籍个老师来到学校开办英文成长营，让小朋友会当用趣味的方式来学习着第二语言，嘛将讲英文哦变成一款真趣味的代志。小朋友对着老师的动作，下低目一个柠檬汁，然后伫咧白纸顶头写字，然后就放伫咧垃圾顶面来烘，两三秒的时间，字就浮出来了。I-C-K 以游戏方式学习英文，予小朋友能感觉真趣味，也真有挑战性。上英文课就比较像是跟外师互动，我的全都发了。就是比平常外师课还要好，因为平常外师课玩个游戏不太会抽到哦。不过这次全部都可以一起做到，亲手做实验。平常英文老师就是讲讲课，然后没有什么有趣的。然后上这堂课我们会做一些更有趣的游戏，进行会让人快乐的课堂。上世界看，这位老师是外国人，上课拢用英语，英语是全世界通用语言。为了让小朋友自细汉就是习讲英文，罗定国小是特别开办英文成长营，透过趣味的上课内容，让学生开嘴讲英文。英语成长营，那罗定国小推动外师的课程已经五年了，那跟普林斯顿的外师做合作，那今天呢特别有外师来跟小朋友来进行一个营队的活动，那今天呢有总共有两个梯次，那今天是一个这个科学实验的游戏，那英语的话其实就是要日常化生活化，那外师呢透过这个科学的游戏跟孩子来做轻松的对话，让孩子自然来喜欢这个英文。我想英语是一个开启国际的一个舞台，那当然非常感谢普林斯顿全力的支援外师，让我们的孩子利用英文来踏上国际啊，让英文能够孩子的视野开阔。囡仔对着外籍老师做伙上课游戏，利用上课以外时间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大众华新闻林桂英，罗港采访报道。